欢迎收看《新车技术趣》，大家好，我是宜晨。今天要来跟各位聊聊有关曾经是性能车代名词的 Impreza。其实 Subaru 一开始推出 Impreza 这个车款，是为了让它成为中型房车市场中的全球战略车款。但是怎么知道 Impreza 在拉力赛事当中攻击标炳，一夕之间呢，让它成为家喻户晓的性能车的代名词。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 Subaru 预期的样子，所以后来 Subaru 在命名原则上面有一点改变，他们决定让 Impreza 重回大众的中型房车市场，而性能的协同呢，就交由我身边，也是今天我们要试驾的 WRX 来继承。在台湾推出的 WRX 总共有两种版本，四种款式，分别是 WRX 六速的首排，它的售价是139万，还有搭载 CVT 变速箱的 WRX， 它的售价是147万。以上呢，通通都是 2.0 的版本。那么 WRX 还有 STI 版本、性能版本，它们全部都是搭载首排的变速箱。2.5i 售价178万，2.5i Premium 售价是186万。那么我们今天要试驾的就是 2.0 升搭载 CVT 变速箱的 WRX。 我们首先看到外观，它的外观造型呢，在我们去年台北新车大展看到的 WRX 概念车，其实它的设计是有几分相似的。我刚好有带来这个 DM，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车头几乎是九成是一模一样的，它把概念车的元素完整的套到了 WRX 的量产车上面。首先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引擎盖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冷空气的进气孔，一直通到引擎盖里面的 intercooler 去做一个冷却。那么前方有一个六角形的水箱护罩，下方呢还用了一个黑色的钢琴烤漆饰板来做一个质感上的提升。接下来我们看看灯具的部分，灯具的部分在 Subaru 的车系上面是比较特别，它的日行灯呢都是在雾灯的位置，不过它的雾灯跟日行灯它的灯泡是不同一颗，所以它的亮度上也有所差异。那么小灯呢，是各位所看到的这一个 C 字型的 LED 灯条，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如果它的日行灯换成是这个 LED 灯条的话，那该有多好看，对不对？那它的小灯跟大灯是 LED， 其他用上的通通都是传统灯泡。车侧的部分最明显的，各位可以从它的叶子板上面看到一个名牌，上面写了 WRX， 下方呢还有一个导流孔，但是呢它是装饰用的，虽然是装饰哦，但是它把整个造型融合在整台 WRX 上面，而且它还整合了类似宽体套件改装，让它的轮拱向外延伸，它的车侧的这个侧裙也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到后轮拱，慢慢的往后缩，就好像穿上了一件宽体套件一样，让它整台性能车的霸气展露无遗。那它轮胎的胎框呢，用上了熏黑的设计哦，也非常的有杀气。轮胎的配置235、45、27。车尾的部分在 WRX 上面呢是搭载这种小鸭尾翼，如果你选配的是 STI 性能版本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比较夸张的大尾翼，比较有张力。那相比之下呢，这样的小鸭尾翼其实就内敛了许多。灯组的部分你可以看到里面也有一个 C 字的造型，其实就是跟头灯做了一个前后的呼应，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侧边，它的灯组是一个不规则的线条，而且你从这边看它结合了车侧的线条，那它更把这个线条呢一路延伸，透过了车灯延伸到了它的尾箱门，其实让它的整个整体的线条非常的漂亮。保险杆的下方有一个分流器的设计，中间呢整合了雾灯，
跟某家日系车厂的设计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排气管双边四出，让它看上去真的是还蛮运动化的感受。来，我们看一下行李箱内部空间，还有460公升，作为一个家庭的房车是绰绰有余。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两边受到了一点这个悬吊系统的关系，所以它有一点往内缩，但是它整个空间上来说是非常的平整。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六四分离椅背倾倒来获得一个空间的延伸，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倾倒的话，必须走到这个后车门，然后做一个释放的动作，在后面是没有办法做倾倒的。WRX 它的内装呢，其实维持着 Subaru 车系，它的设计一样很简单，但是呢，它这一次加了一些不同的元素。那么整体上来说，它还是维持着很一贯式的 T 字型的中控台，跟我们之前试驾的 Impreza 跟 Forest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它这一次呢，用上大量的软质塑胶来批复。那刚刚说过，不同的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用了碳纤维的饰板，不管是在副驾驶座前方还是中控台，都用了碳纤维饰板来加强那个性能的氛围。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用了红色的车缝线，你看方向盘上面排挡杆或者是座椅都为它增添了一点点的性能的气息。那加强质感的方面，它就是选择用了类金属饰板，像排挡杆座旁边的这一块银色饰板，方向盘上面的银色饰板上面还做了一点花纹的处理，看起来有点雾雾的，它的质感的呈现上还算是不错。首先呢，坐到是这张座椅，它是一张皮椅，而且上面有很多透气孔，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发泡棉稍显硬派了一点，它是支撑性也不错。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的大腿侧边的支撑性，还有整个身体侧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延伸到上面，肩膀都可以做一个身体侧倾的支撑哦。我光是在原地这样动来动去，我就觉得它等一下在试驾的时候应该可以给我一个不错的身体支撑性，让我蛮期待的。那前方有一个三辐式的方向盘，上面呢，你看它有一个类金属的饰板，刚刚提过的，上方还有很多快捷键，左边是操控多媒体主机，选台啊、大小声等等模式，右边是定速系统，下方是驾驶模式的变换，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那么方向盘的左后方呢，还有操控前方旅程电脑的拨杆，可以透过这边来做一个操控。前方有一个双圆式的仪表板，它是自发光的。昨天回家的时候，我才看见有一个人晚上没有开灯，可能又是自发光仪表板惹的祸。所以使用这一类的仪表板，晚上一定要特别再注意到底有没有把大灯打开。那么仪表板周围用了镀铬的饰条来做一个点缀，不管是质感还是那个性能的气息，都有被它提升起来。中间有一个彩色的资讯幕，上面呢显示着瞬间油耗。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是驾驶模式的一个图表，目前是 I 模式，你可以看到它的动力的输出，它是很平缓的。当我切换到 S 模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开始有点陡峭。当我切换到 S Sharp 模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变得非常运动化的一个输出模式哦。那么你可以使用后面的这个拨杆来做一些更细部的设定。中间，当你按下定速系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定速的标志出现。那么在下方呢，显示着档位、驾驶模式、里程数等等。我们看中控台，中控台左手边有一个黑白的萤幕，它显示着目前冷气、空调的状态，一些基本的资讯。右手边大概有一个4.多寸的萤幕。它是彩色的，那它支援了倒车的 CCD。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使用这个 Enter 按钮来做一个调整。你可以看到目前的温度、时间、平均油耗，还有这个驾驶轮子的出力的模式等等。
那还有这个涡轮压力表，你可以看到它最大压力来到了 1.5 巴。那当然你可以透过按这个 Enter 长按去做一个细部的操控，可以从那边看到车辆多久之后要换机油或者是要换轮胎，都可以从这边做一个记录。除了这个之外，下方有一个多媒体主机，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CD AUX IN 或者是手机的连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看起来就是稍微阳春了一点点。下方有一个恒温空调，但是它是单区域的，下面提供了一个置物空间，而且下面还有指滑垫，让你东西不会滑来滑去。这边有两个置杯架，后面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收纳空间，还有 AUX IN 的插孔、USB 12伏的电源等等。那么这一次往上看，它没有天窗，但是它整个顶棚呢是使用黑色的，让整个肃杀的气息其实是非常的浓厚。现在我已经把前座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我身高有180公分。现在我的膝部空间，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拳头、三个指头宽，其实还蛮宽的哦。尤其它的椅背做了一个切削，让我的腿部空间非常的灵活宽敞。头部空间大概是一个拳头，表现都还不错。如果把它拿来当一台家庭房车的话，我相信都绰绰有余。那它后面的发泡棉呢，其实比前面还要软得多，非常适合载运乘客。我前方没有冷气出风口，下方有一个置杯架。你可以看到中央它的隆起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是一台四轮驱动的车辆，所以势必要牺牲一点中间的脚步空间。所以如果中央的乘客的话，应该比较不适合长途旅行，这个姿势还蛮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中间它是没有中央扶手的设计。虽然这是一台性能车款，不过后面还是有两组 ISOFIX。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它的标签，通通都是外露。虽然它是好心提醒你这个头枕要怎么使用，这我还可以接受。不过各位看到这边安全带上面这张白白的标签，我觉得就稍显突兀了一点点。今天要试驾的是苏巴鲁的 WRX， 它搭载的是一具 2.0 升水平对卧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268匹，在5600转的时候会产生，最大扭力35.7公斤米，在2400转到5200转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扭力平原。今天以 WRX 这个车子的定位是一台性能车，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入门，而且它的设定非常的亲切。即使今天你是买来要代步，而且呢有时候甚至要让老婆来开这台车，或者是家中有刚考到驾照想要拿这台车来代步人，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简单，第一件事情上这台车，发动引擎之后解掉手刹车，打到低档，OK， 你现在手上就是一台快要270匹的猛兽，就这么简单。而且它的空间表现还不错，还有 ISOFIX， 而且它的座椅呢，它的舒适性还可以接受，它也有倒车 CCD， 它搭配的是 CVT Linear-Tronic 无段式的变速箱，整个运作起来呢非常的滑顺，非常的好开。但是我觉得有两件事情你要去习惯它。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台 WRX 它产生的路面的弹跳感受呢，跟一般的车辆比起来是强烈许多，所以你刚开始起步在感受它的时候，或许会觉得哇哦，怎么会弹跳感这么严重，你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习惯它，或许你过了5分钟、10分钟之后，你会慢慢适应它，而且你还会觉得其实这个感觉还不错，而且我更清楚现在我是开在什么样的路面上面。第二件事情你要习惯的就是它这一具电子式的动力辅助方向盘，这个方向盘的辅助力道呢是不太够的，你需要比较大的力道去转动它。这个对男生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对女性朋友来说，
你在都市回转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手背力量去介入转动，这对女性朋友来讲是比较辛苦，需要时间去习惯的。主被动安全配备七具气囊、四合一的刹车系统、车身动态稳定系统、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非常的齐全，而且是全车系标配。今天这台车既然它是一台性能车的定位，就不得不提到它高速上的表现。今天在高速公路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沉稳，这在我的预料之内。但是让我很好奇的就是，它搭载的是 CVT 无段式的变速箱，到底能不能套用在性能车款上？但是当我大力的踩下油门的那一瞬间，我的背后好像被人家踢了一脚一样，这让我很惊艳。那这个动力是透过无段式变速箱传递到我身上的吗？ OK， 我们换个场地再来聊聊，就是它在山道上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又会被另外一件事情所迷惑，就是它的底盘跟悬吊。怎么说才好？前几天我试驾了德系的轿跑车，那德系的轿跑车在弯道上一样非常的有乐趣，就是不断的享受这个车尾有点滑移，而且你修正的那种操驾乐趣。但是呢，在享受这个操驾乐趣的同时，也是在考验你的技术。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得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开的。但是相较之下 ，WRX 它少了那样的乐趣，但是多了一份安定的感受。它的底盘非常扎实，悬吊调教的非常好，在侧倾的抑制上面表现非常的棒，你可以在转弯的时候就清楚的感受到这是一台极限非常高的车子。但是意思不是说这一台车没有乐趣，但是它的乐趣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时候就会很专注的在解读路面的资讯，要怎么样才能安全的把速度越提越高，而且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安定。当然了，如果你超过这台车的极限的话，是避免不了前置引擎所产生的转向不足的现象产生。但是跟德系的轿跑车相较之下，这一台 WRX 其实它操驾起来是更容易，而且你更能在它身上更放心的找到很多乐趣。过弯像黏着地板一样，像在地上飞一样。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性能迷的话，你相信我，你绝对不会喜欢它的 Sport Shop 模式，也不会喜欢它的 Sport 模式，你更不会喜欢它的 I 模式，因为它的变速箱毕竟是一具 CVT 变速箱，它的反应不够快，你在山道上的节奏是非常难找的。我建议各位切到手动模式，用后面的换挡拨片，除了比较好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外呢，又会再度惊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的 CVT 变速箱的反应非常的快，而且它不像无段式变速，它反而像一般的传统自排变速箱的那种感受。这真的是一台惊喜很多的车。今天这台车非常的有乐趣，但是它有一些小缺点还是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而且要注意一下。第一点，它的隔音表现并不是很突出。第二点，它的 CVT 变速箱的声音其实还蛮明显的，而且它的声音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去听看看。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各位要注意听了，苏巴鲁在 WRX 身上呢，搭载了 CVT 的变速箱。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一台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速箱其实它突破了非常多的困难，它更耐用了，而且它可以承受的扭力呢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它把它搭载在这一台 WRX 身上呢，并不是为了要炫技，其实真正的目的呢是让各位车主在享受性能的同时，它一样可以享受有舒适而且便利性，它算是取得了一个中间点的平衡。但是各位就千万不要对这台车、对变速箱有太
太大太多的期望，如果你想要拿去竞技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真正在试这台车的性能，在用手动换挡的时间大概十几二十分，最多二十分钟左右，它就已经发出 CVT 变速箱过热的警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激进的性能迷的话，拜托请你去买手排的 CVT， 适合偶尔小小热血的玩家。现在我用的是 S-Sharp 模式，当我过了这个弯之后，它的转速已经帮我降得太低了，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使用手动换挡模式来体验这台车，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体验，而且节奏也比较好抓。相信看到这边，已经有很多的男性观众朋友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一台车牵回自己家的车库，但是呢，女性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急着举双手反对，因为它呢，真的是一台兼顾了性能、玩乐、家庭生活还有机能的车子。如果男性的观众朋友你的预算是够的话，我相信这一台车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